宝贝在干嘛？阿仔妈睡了吗？宝贝在干嘛？为啥没回？哎呦，粉丝都没几个，还视频都挺积极的。你懂什么？等我以后赚到钱了，把你家店都买下来。以后买不买得了我不知道，反正你现在肯定买不了。别墨迹，快给本公主做喝的。小玉，我跟你商量个事情，你跟我一块拍个视频，然后我给你做一杯超高颜值的星空果冻茶。什么身份你也配？是我这里有个粉丝宝宝很喜欢你，想看你也拍个视频，那万一我们火了，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那你先把今天的做我尝一尝，我先考虑考虑吧。好嘞，你等着。哇，真的有香香在里面。Q 弹弹的也很好吃。不过真的有粉丝会喜欢我吗？小杨子，小杨子，来，要过来，把这个月长度算一下。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包租婆你再还两天吧。交不起租你开什么店？快快快！我每个月赚的钱要帮妈妈还房贷车贷，还要供妹妹读书，包租婆你再还还吧。哎呦，说的还挺可怜的呀。哎，我看冰箱里要三朵。哎呀，包租婆你别激动，你得吃点东西嘛。你别来了，今天我就。你看这个腿多大，长是吗？那就长了呗。给包子汤，你大心腿好了。哇！用计较，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，还愿确信。美景良辰在家，这鸡腿哪买？怪香的。哎呀，我不懂，我就是在吃过去大锅买的西南火鸡腿。啊，包租婆，你都吃完了？哎，还挺好吃的。你赶紧给我再买两个去。我回家了，包租婆。姐姐姐，放学啦！今天考多少分呀？哎呦，别看了，是不是又不及格？怎么才58分？真是越来越笨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要不姐姐再给你做点聪明豆吃吧。好呀好呀。到处是泥鳅，天天我等着你，等着你捉泥鳅。大哥哥好不好？咱们去捉泥鳅。小鸟的来，聪明豆好了，分尝尝。我带着它捉泥鳅。大哥哥好不好？啊，香香脆脆的。姐姐你做过一点了，到学校去给同学们吃。好好好，姐姐在天猫买点巧克力，给你做的多多的。天猫双十一发现家的新乐趣。你们说我吃了姐姐的聪明豆会变聪明吗？姐姐姐姐，今天有什么好玩的呀？来，刚到的新货看看，弹珠机。哇，这个怎么打呀？第一天搞活动，1块钱一个球，你要几个球？我要5个球。你弹吧。啊，没中！啊，又没中！哎，娃哈哈！啊，又没中！最后一个球了，姐姐，怎么才可以中到四驱车啊？哎呀，你打视野就可以了，到这里就掉下来了。哇哦！哇，我真的中了一辆四驱车！真容易呢。姐姐，你不要生气了，都怪我运气太好，嘿嘿，我明天还要来。啊，你就去买菜吧，你可别偷吃啊！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姐姐，你走了吗？是零食的时间到了哦，嘿嘿，今天偷吃点什么好呢？呜。啊，臭姐姐，为了防止我偷吃，居然还这么丢脸，哼！哎，有办法了。大长巧克力，给你拿一个魔术试试。
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一下的写个红心，这样姐姐就不会发现了。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你们可不是好姐姐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姐姐姐，我要抽一个大福。好，你抽吧。这个，哇，哇，两块，姐姐两块能换个什么呀？我给你做个乌龟糖吧。啊？姐姐姐姐，乌龟糖好难的，我觉得你连壳子都做不出来。可以做出来的，等会儿做出来了，记得给姐姐点个小爱心哦。草旁边，地球肩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。给你的小乌龟。等待着下课，哇，这个小乌龟好可爱，等待着放学，我马上就要把你吃了。嘿嘿嘿。 Nice。 小乌龟啥子？哎呀，小包子过来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要叫我月月姐。好好好，小月月你要什么呀？我要抄你家弹的球。哦，五毛一次。哼，你敢收我的钱？妈妈妈妈，快来小唐子家收租了。你喊你喊。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这么小，肯定是你搞的鬼，我要换个大的。也停在上面。黑板上小公婆太可恶了。姐姐姐姐，我刚刚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奇怪的盒子。这个盒子看着是好奇怪，要不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快看看看，感觉好刺激呀、啊、哇，姐姐你看那里看起来好多吃的呀，走，我们去试试。草场边地球肩上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来，哇，噜啦噜呀呀呀啦噜啦噜呀噜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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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呀呀呀啦噜啦噜呀噜啦噜。肯德基噜啦啦噜呀呀风味鸡腿堡，一口魔性上头，冲呀！姐姐姐姐，我要！哎呀，你要啥呀？我闹肚子，你帮我看下店啊！哦，好，嘿嘿，先把作业做了。小唐子，啊？马大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唐子呢？嗯，包子公，唐子姐姐上厕所去了。你要什么呀？给我拿两瓶二锅头吧。嗯，好。多少钱啊？一瓶10块，两瓶。等一下，包子公，我算一下，一瓶是10块，两瓶再加10块，一加一等于2，零加零没有了，咱们包子公总共2块钱，2块钱，你这个孩子打赏个报员啊！来，嘿嘿，这笔生意起码要帮唐子姐姐赚1块钱。小唐子，你们姐妹俩今天完了，这么难，我看你们怎么抠。姐姐怎么办？我感觉我都要破了。别急，你不要慌，手一定要稳，我们一定能活下去的。稳住。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大哥，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他捏破的。大哥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你们可不能打全犯。放学啦，姐姐，明天有地理课，老师让我们在地球仪，可是我没有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没事，姐姐用巧克力给你做一个可以吃又可以玩的地球仪。真的吗？好呀，好呀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地球肩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破题。姐姐，中国在哪里呀、啊？等待着下课，不是中国红吗？等待着放学，红日升在东方。
是大道满霞光。红日升在东方，是大道满霞光。姐，我要一个苹果派。啊，苹果派刚卖完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你帮我想想办法呗。嗯，行吧，那我给你做一个。好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Later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孟非当，谢谢，我走了。谁想到那是宝？Nice。小王子，啊，我怎么又来了？小王子，听你的粉丝说你很牛啊，你什么都会做是吧？那今天给我做唐装吧。啊，唐装那么难，听说全抖音成功人不超过三个，我不做。不做是吧？来，把房租算一下。哎呀，包租婆你别生气嘛，我做我做，马上做啊。路纵崎岖，亦不怕受磨练。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。给包租婆你的唐照。这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儿哈。那房租啊，还你两天，走了啊。Nice。